上一次跟钟沛君议员在邀约饮宴之后，我当天完全喝到断片，所以后续发生的事情我真心完全不清楚，我没有办法否认，因为我没有任何的记忆，所以我也曾经写了道歉书，然后跟他道歉。我想我的确犯了错，我这边完全同意我写的道歉书上面所写的事情，我也愿意接受后续相关的法律流程，我愿意为了我做的事情承认，但是我必须要说，这个真的是我喝到断片了，没有办法有足够的记忆跟足够的判断力。如果我喝酒喝到失去控制，或是我真的不记得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了，那就是我的错，我这边承担所有的后果。喝到失去控制，真心就是我的问题，我对造成困扰的任何人，我都会诚恳的道歉认错。面对我虽然没有任何的记忆，我虽然说我是喝到断片，那但是我也愿意道歉，没有什么好说的。